2023年7月17日，北京动物园官微提前发布了本周丫丫最新视频，我们终于看到丫宝的李奶爸。丫丫开心地吃着冰镇笋笋，李奶爸在窗前静静看着丫丫吃竹笋，虽然只是背影，但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李奶爸对丫丫的关心和爱。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！